Hello everyone, 我是艾美 Liz, 欢迎收看这周的学会了没，教你三分钟学会国际新闻单字。Are you ready? Let's go!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一句俚语 ,neck and neck, neck and neck, 意思是旗鼓相当并驾齐驱。这句话是源自于18世纪的赛马比赛，形容两匹马实力相当不分轩轾。两匹马在赛跑的时候啊，脖子 neck 几乎是平行，一下子分不出谁在前谁在后，前面的马跟后面的马只相差一个脖子的距离。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Focus Taiwan 是如何使用 neck and neck 来恭喜林洋配再次摘金。今年的奥运赛事相当精彩哦，尤其是台湾羽球男双黄金组合王麒麟及李洋对上中国的梁伟铿王场的金牌战。在三轮的比赛中，双方实力不相上下，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好在林洋配最终在第三轮的关键战，以21-16的分数拿下胜利。那文章就用到了丰富的形容词来描述这场激战呢。The Taiwanese pairing took the victory after a hard-fought, neck and neck, back and forth match.Against the world number one duo from China, 梁伟铿 and 王场，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男双组合打了一场 hard fought 艰难 neck and neck 难分轩轾 back and forth 来来回回的激战。那这边用到了 neck and neck， 就是在形容双方实力相当，一下子难分胜负。哎，那不知道大家比赛那一晚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明明隔天要上班，但是还是死守的在电视机前面，要帮林洋配来加油打气呢。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俚语 ，neck and neck， neck and neck， 也就是并驾齐驱、旗鼓相当的意思。For example, the latest election polls show a neck and neck race, leaving the final outcome difficult to predict. 最新的选举民调显示了各候选人互有领先，使最终的胜利变得不可预测。那今天的俚语你学会了没？学会的话别忘了去留言区交功课哦。那现在呢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改作业时间，老师来看看大家到底写作业了没。首先呢，第一位同学写道 Men's prefere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outweigh the need to express emotions。 首先呢， outweigh 这个字呢通常会用在可以有比重的词，像是重要性、价值或者是益处。但是呢 preference 偏好，我们不太会说一个偏好比另外一个偏好重，所以呢用 outweigh 不太适合。老师这边会改为 importance 重要性，来表示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大于情绪表达的需求。老师的订正版如下 Men often believ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outweighs the need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男性常常认为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大于情绪表达的需求。那第二位同学写道 People go to the gym because their health outweighs the membership costs. 那这边同学想表达的应该是去健身房运动的这件事带来的好处大于去健身房的费用。但是如果直接讲 their health, 他们的健康，主词会从运动带来的好处转移到一个人本身的健康，无关去健身房与否哦，变成呢拿健康本身去跟费用做比较。所以呢老师会补上 the health benefits it brings, 为健康带来益处。那这边的代名词 it 就是在指去健身房这件事情。那老师的订正版如下 People go to the gym because the health benefits it brings outweigh the cost of the membership. 很多人会去健身房，因为他们相信去健身房的益处大于健身房的费用。好啦，那还没有写功课的同学记得一定拜托务必要去写功课。好，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